Hello，大家好，我今天呢要向全国的微信网友揭露一个这个微信木马诈骗信息。大家可以看哈，现在我的手机呢是显示我的一个微信朋友圈，现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已经，有一些朋友呢分享这样的木马信息了。什么样的木马信息呢？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有这样的信息，就是打开之后啊，这是一个视频，一点这个视频它是播放不了的，它会弹出来一个框，它说是分享到朋友圈，分享后你想看的内容会自动弹出。我要告诉大家啊，碰到这样的微信朋友圈的这样的信息一定要警惕了，这条信息是一条黑客发出来的木马信息，也就是说你们把它分享到你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之后，那么你的微信就很可能会被盗，你的微信钱包里所有的钱财就可能被盗取。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微信网友向我们全国这个各大这个公安部门已经报案，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微信被盗，微信钱包里的钱被盗取。所以大家碰到这样的信息啊，就是说让你分享到微信朋友圈才能看这样的诈骗信息，骗人的信息，大家看到之后千万不要转，这是一条诈骗信息。我希望把这个信息传播给大家，让大家互相传播这条信息，告诫所有的亲朋好友拒绝诈骗。